参加公有市场5月18号开幕，包括市长赖清德、立委叶宜丁、市议员谢在翁、侯廷才以及济济地方人士拢同齐来庆祝。因为为了要让这个菜市啊会当合法营业，市政府是用了真大的心力啦。那市政府为了让这个市场能够合法化哈，所以我们也编列了将近8000多万哦，来陆陆续续把这个市场的这个93年改建的跟98年改建的这个建筑呢，能够取得合法的使用执照。那目前总共这个市场里面有154个摊位哈，还有那另外有15个店面的哈，哦，总共有160几个这个店铺位跟摊铺位的哈。当来宾家境是脏乱不堪呐，啊，用经过改建了，我会当讲啊，看来经济我会当讲啊，非常的清净爽啊，所以应该咱这下卡市哦，应该会当讲哦，未来会当讲来带动人。这台相机啊，会当安尼啊？哦，迄落，阮客家菜市啊，自起甲搬入来，拄啊满3冬才搬入来嘛。啊，感谢咱市政府的团队吼，努力使阮这个菜市啊，会当安尼来完成，阮顺利入来到这个菜市啊来做生意啊。但是即阵做生意是生意，搁办促销生意袂歹。经过了两次的改建，好不容易，即届伫个市政府协助下，客家市场正式上路。这不只是客家人感觉欢喜，也是完成了市长赖清德一个心愿。我还记得我当选无外久，来到咱客家主祭宫来参拜，咱就当市长吼真客气吼，上底兄有若陪同我参拜，啊，伊有若咧甲我交代，手比头前啦吼，庙前则讲市长你即摆担任市长嘛，你即个爱想办法甲解决，即、这个若无解决，客家无法度通发展啦吼，无法度发展。所以呢，伫个种种吼，包括地方的议员、区长、地方的亲属、属心，拢要求台南市政府一定要提出魄力吼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咱今仔日啦吼，真欢喜举办这个活动。我伫个遮要甲大家福禄乡亲一大报告，咱台南市政府无辜负大家期待，你讲对不对？对，你讲对不对？吼。对客家菜市啊，罗市长讲有真大的期望。伊希望客家三宝、西瓜、沙白鱼、台湾鲷，含着其他的农特产品，拢会当伫遮内面带动地方的观光。当然，这个菜市啊，吼，我本身有那寄望真深啦。除了讲，让咱的头家、头家娘好做生意以外，我嘛真希望讲客家乡亲吼来遮买物件吼，因为环境较好，唔是伫铁皮屋内底做生意，所以鱼也好、肉也好吼，品质会当较好。所以这个菜市啊，吼，若有法度通好好经营，嘛会当伫个所在，这个所在行销咱台南市客家区农民也好、居民也好所种的物件，会当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呢。你讲是不是啊？你讲是不是？这有那是咱一个目标，咱安尼来打拼，你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啊！客家公有市场就伫个主祭宫的对面，现主持有169个单位。除了讲有新的硬体设备，也有较高的人情味。